第38题，呈上题，若在假容器活塞上放置2公斤的重物，则必须在乙容器活塞上放置多少公斤的重物，两容器活塞的位置才会依然维持不变在等高处。这是所谓的帕斯卡原理，也就是小活塞的压力等于大活塞的压力，也就是甲的压力要等于乙的压力。而我们压力的计算的公式，这个是固体，所以我们是 P 等于F 除以 A， 正向力除以面积。那么我们前面已经告诉我们，甲的面积呢是5平方公分，上面挂了一个2公斤重的重物，要等于乙的面积是50平方公分，挂一个不知道多少公斤的重物，所以交叉相乘100就等于 5X， 所以 X 就等于20。所以第38题问我们说，要在乙容器上放置多少公斤的重物，两容器活塞的位置才会依然维持不变在等高处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C 20。